老师，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和田玉的质量？那个是和田玉的那个料子，白度、新庄、西都都肯，这个是带一个青花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白字，白度、西都都好的，西都珠江看的，里面没结构，西都挺好的，白度也可以，这个裂也不大问题的，这个是米酸问题。 那个可能是那个料子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完了以后有合适的东西嘛，两三天就可以掉。然后那个是负责的，然后那个大的白尖嘛，可能是一个月、两个月时间再掉，看它的那个东西的。太复杂的东西嘛，可能是两三个月。老师，这是雕刻成了一条龙，是吧？对，就这个我们的那个中国龙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吉祥物，然后那个是品质很高的。 然后这个是脚箱子，带到一个八件儿。那那你这个，对对，以前是那个是10年、15年前吧，那个是太容易捡石头，现在那个是越来越小了，现在可能是找也找不到，就这个问题了。现在越来越小了，可见不了。但是好多人还是会来这边去捡。对对，还捡石头，还可以捡，就这个小的。 以前是那边看不到的，看不起来的料子，还可以捡的小石头。